在这套剧里面是有两个年代的我、啊平时那些就只是自己搞定自己就可以了、跟导演谈一下就可以了，但今次不同，今次就有三个单位咯，我觉得要我们三个人都达成到个共识的角色才成立咯。咁有個情況就係我嘅嗰場戲係，咁但我就會同翻小演員講，喂，不如你試下講一次呢句對白係點啊？咁我就攞翻佢個節奏，攞翻佢個情感，咁就試下再模仿一次，可能就會令到個角色再實正啲，或者個連結再多啲啦。你由出世到而家，從來冇見過自己親生嘅係嘛？